我们分成三组，你想要努力型还是要天赋型？我不是天赋型，我应该是努力型。其他东西都有了，都好了，挺狠啊，野哥，很标准，很标准。哇、哦，说翻就翻、哦，慢点讨论，我起来。哦，干嘛呢？快点儿！那时候你偷了我一个鸭子，怎么可能？我没了。超车！野哥干嘛？野哥偏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找到一个好玩的地方。挤的双击么么哒哒哒哒哒。想要玩车，就得先吃苦。OK。你看到这个洞了吗？啊，这个挂钩是挂在这个洞里，然后把那个螺丝拧紧。那就应该在这一层里了。对，非常好。我去看一下别的兄弟。好。其他东西都有了。都好了，我去试一下。哇哦！还可以啊，感觉。你这啥？哎，一个小鸭子。我整一个。好，我们刚才经过这个一轮的装车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辆 BMX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，我们分成三组，怎么分？谁胆子大的跟我这组吧。谁想努力一点的请找我。对，天赋型的跟我。野哥跟谁啊？你想要努力型还是要天赋型？那你可是天赋吧。我应该努力型吧，我应该是。努力在那边。努力在那边。野哥，你去哪边？我应该是努力型。好。我不是天赋型。这好吧。就是，我们先一起做 menu， 这样颠。你颠的同时，然后突然向后。哦，哎呀，哇！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嘛，咱们别怕摔，好吧？来，拉到天际。努力队到现在。都没人跳起来的，所以还是得努力。怎么把后面抬起来啊？嗯，你先学前边。你现在可以做这样的吗？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哇、哦，说翻就翻啊！哇、哦，说翻就翻啊！对，这个非常好。先抬前面，再抬，再跳后面。先把它抬起来，人再跳。就是先抬，然后再用后面的力。对的，你试一下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挺狠啊，野哥。再高一点。野哥，试一试把前后轮一起拧闪。可以，标准，很标准，很标准。哦。他跳的比较好。来，那咱们骑两圈这个。这个怎么骑？上的时候有一点那个像我们拉头那种感觉，然后用咱们腰往上顶一下，然后下去的时候呢，就用力往下摁，然后掌握好节奏。对，很快，对吧？有点懵了，咱们试一下，咱们试一下。野哥，一个一个来，野哥先。
哇，他这个是对的，他这个是对的吗？对，他这个是对的。I wanna run, I wanna run。我觉得摇滚太适合不过了，真的，而且那种永不放弃，一直坚持往前冲的那种精神，就很适合摇滚 rock。但我觉得吧，不能做太吵。你觉得呢？对，挺好的。你说一下你的想法嘛，就是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挺好的。快点讨论，给我起来。快点工作，认真工作，干啥呢？快点儿！不说你的呗。看到没？就这态度，死磕精神，就是这个。你现在是认真说几句吗？我说了呀，我说了呀。哎呦，手机给收了。咋的？你是老大呀？指挥呢，在这儿。说话，提问题呢，我的。我看到有人做编曲的时候，有些会加一些摩托车的声音啊。我觉得不用加摩托车的声音，因为小轮车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都是用脚刹车嘛。我们可以把那个声音记录下来，到时候放在里面。还有啥能体现出来？还车翻掉的声音，其实都可以加进去。可以咚咚咚来的，咚咚。出发！把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。哎呦！耶耶耶耶耶耶耶！呀呼！呀呼！呀！哇，上海 ，Let's go go！ 你 GoPro 一会儿够没了，我跟你讲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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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要时间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哇，这房子应该很老了吧？哦，这种老房子，这是上海哪儿？这里是浦东啊。你以前不是住上海吗？是啊。啊，野哥住过上海啊？两年啊。不是，我是出道的时候是在上海出道的。快跟上，跟上，走。好吧。超车。找回以前小时候的朋友，一起在街上很享受很自由的那种状态，觉得哇，这个世界很美好。走了走了。哇，打卡了。我们在这玩一会儿吧。好的。这个平地还是挺适合练习的。哇，我想往上跳一个。雏鹰起飞，上不去，下不来。可以上，不就是摔吗？你能上啊，野哥。顶上有水，主要是没有水的话，能来个360，差不多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你可以试一下。要抵住它是吧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把它带起来吗？可以，这个我可以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是啥，野哥？洛洛，我跟你来，咱俩来一个，咱俩原创那个。哪个？好，我跟洛洛先来一个原创的啊。原创，原创的哦。太远了吧？你们这太夸张了。啊，让一下，来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哇！可以可以。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走了。好，走走走，从前面这位老师两边过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吧。走了，去最终集合点。野哥在干嘛？野哥怎么往那边转了呢？等我，张彦奇，你真的是
啥？你不是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？从老师左边过和右边过。的时候，你偷了我一个鸭子。怎么可能？我没了。我在地上捡的。就是我的。野哥干嘛？野哥偏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想去溜达一圈。找到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哎，野哥呢？哎，我们少了个人，野哥不见了。野哥，啊，他在那里，他在那里。哎呀，你那下不来了吧？下不来了，下不来了。笑死我了，野哥，好像个小孩。大哥都是比小孩还拼。